一尊九公斤的身上抬伫脚架片，对嘉义市行到阿里山，你敢要相信？位伫台林街东南角咸丰殿的信众，就伫总集师五殿阁的号召之下，号召二十八名落下弟子，用两天的时间，抬着先天上帝，挑战来回120公里的朝圣路途，实在是予人真佩服。好，安尼拄好。啊，迄边啊，捡一支。iPhone 啊。iPhone。无 iPhone 啊。有 iPhone。用 iPhone 啊，对。啊，唔知啊。啊，福德宫，福德精神吼，啊，嘉义市东南角咸丰殿北极先天上帝啊，五鬼主题吼，啊来遮乘车吊鬼吼，啊，请咱福德精神吼，保佑咱遮。哦啊，阮张委员、张罗下地主，哦啊，一路上去景观，平平安安，顺顺时时，哦，一帆风顺来。啊，总之是我请教吼，咱即届地下公司安怎太想要用行的方式去来阿里山的这个修顶桥？因为阮吼想要吼，咱上帝也讲吼。一步一脚印，也是像我们做人处事安尼，一步一脚印安尼。诶，佮其他意义就是吼，咱会使去学习吼，咱上帝也讲吼，咱迄种救世众生，也会使佮学习吼，以安尼来普度众生。咱人有一种善良的一面啦。我们前往咧行，后人老人讲加油，后人老人讲你们很厉害。这样子啊，啊，其实这样子我们也是蛮开心的。恁娘家，恁娘家，有他一家好啊。啊，就是我请教哈，你第几届参加这個活动？第二届。啊，你感觉这两年来，恁这届来行山顶界有啥物无同？有，这届较有经验啊，经验就是较有足。知影咱啊吼，爱有注意啥物工课吼，爱咱咧行进间呐吼，爱注意啥物车辆啊，还是啥物安全的部分吼，比顶家较了解，吓，抓分配另外啥物。啊，你会使从地啊，安尼行这么远的路，要来到阿里山吼，你感觉讲这件代志对你来讲上大的意义在倒位？上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伫大家出门，大家的委员。安尼欢欢喜喜安尼出来，做卫生服务吼，做跟着咱三弟啊来去爱受顶香爱回乡吼，来讲实在嘛欢喜，我嘛欢喜，嘿啊，做搁大家团结做伙迄个感觉做好，啊忝啊，尾啊行到尾啊，大家拢忝啊，做就是要入庙迄个真正足感动的。郑先生，系，即个使服务队啊，心中有什么感觉？真荣幸啊，真欢喜啊，忝无？忝袂啊！挑战家己啊！顶一年爬落去，到半路换人啊！是安那？我想加啊，今年要拼看卖下去哩无？啊！你即马伫遮十二路，你要按到倒位？就顶江啊！挑战要前几年？有信心嘛？有哦！妹妹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？想挑战自己。累不累？不累。你几年级？四年级。爸爸有没有逼你啊？没有啊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你脚会不会很酸？还好。哎，速度伊袂落来啊，袂滑来滑去。我免穿，我有雨伞。啊，想要来夹雨伞去哩？啊，较袂，啊，较淡薄落啊。落雨就对啦。对啊，对啊。
啊，即马到位啊，心情安怎？爽，达成啊！咱的梦想今年突破了，走上来了。郭美玲总干事敖天福以及总以及总委员等，而且新三吉祥的一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。来呀！阿仔，再运用拜请，吼、哦，咱北东人啊，同跟北极连天上帝，今日主持，吼、哦，咱来回家嘉义市大林街279号东南北连通电商，吼、哦，啊来率领咱的头旗登岸，啊，请咱北极连天上帝，吼、哦，一起。就定叫北极天天上帝，予阮回去一路平安，事事顺心。我请教咱这头旗什么意思？这个头旗就是代表吼，咱东南亚天龙殿吼，北极天天上帝吼，啊，开路吼，神龙旗啊。十一月二日暗时7点，玄风殿的信众已经爱着先天上帝，对阿里山受定宫回到嘉义关中埔乡，继续移驾嘉义市大林街本殿。两天来，信众虽然体力用尽，但是伫上帝爱加持下，确实愈来愈信仰。宗教的力量实在是让人钦服。记者陈碧如采访报道。